嘿嘿，大家有没有玩过二零四八？安娜，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还以为它是一个电影改编的游戏哦，因为之前不是有个灾难片叫做二零一二吗？没想到它竟然是一个非常动脑的游戏哦，究竟是怎么样个玩法呢？请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二零四八这个另类手机游戏，一听到这个名字，还以为是哪一部灾难恐怖片的名字，没想到是名副其实的数字游戏。游戏画面相当简单，在16格范围内用上下左右来移动方块，每次都移动所有方块，当相同编号的方块重叠时，数字会相加，最后到达指定数字2048，或是方块无法再移动时，就算游戏结束。冲破游戏积分是大家所津津乐道的，而且意外的耐玩，玩腻了画面华丽的游戏，偶尔来场脑力激荡，又可以用来消磨时间，快点下载游戏来动动脑吧。